根据过去所有资料显示，长时间接触二手站、摩斯顿二手站甚至三手站的环境当中，除了会增加尤其不合等跳起头七片六日通不拍一片跳脑摩斯中出脑神经病变的相关癌症，这就显明的关系。其中三手站因为很难消除，很有可能在环境当中残留时间长达半年下降，所以国建署负责组织二年天朝的组织两张问题。为了避免无卡度的三年是多年时间，当到太年不同方案是配件了后将转来，不过掉头三库，头那么也系加是烘盖三手烟，风险没动态。实际上呢，烟雾熄灭之后呢，它残存在我们的毛发、衣服、皮肤上面，甚至于说我们在这个阳台抽烟，我们影响到的窗帘啊、地毯，也可能会造成孩子吸入之后呢，已知的11种高度致癌物。医生讲，偷看监督嘅三手烟，有可能话留半年以上，甚至过较久。但讲从其他二手烟，又系三手烟嘅环境下，除了外加重新燃气故，头期关键容易入嚟到头期头嘅尖头，燃烧嘅时节会变出七千种较高嘅化学物质，很可有可能会造成儿童认知能力嘅问题，甚至于长久会影响到他的心血管疾病。甚至于肺癌、癌症的风险，然后这个一些淋巴瘤，甚至于有一些研究认为孩子的肥胖，然后腰围比较粗，也可能跟二手烟、三手烟的接触有关系。那这绘本的内容呢，除了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一个书，那也透过一些游戏互动的一个方式，那大家一起来认识烟害的一个正确的知识。为了培养正确观念，持续建立，由国庆处发行的无障碍簿立体游戏书，头108年改版了后，含新增加奖品一难法，泰国发了到其中一年的邮箱电子书，用神奇的互通方式，本身人了解事件对人体的伤害，对头无障碍观念带入家庭度。刚刚新闻网站蔡东一片团报道。